若果要在茫无边际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高青红争霸话，那就必须要有十分强大的海军舰队，否则就难以控制这一大片的海洋。在1941到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之中，主要就是美国和日本海军的军力比拼，看看哪一个能够夺得制海权，哪一个就可以赢得这一场的战争。舰队之中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不同的舰艇，例如有战列舰、驱逐舰、巡洋舰等等。而在这么多的舰艇之中，就以航空母舰最为重要，它可以说得是舰队之中的灵魂来的。航空母舰顾名思义，就是那些用来装载飞机的最大型战舰来。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艇最大的不同之处，就是它有一大片平整的甲板，可以被大批的战机是升降的。一艘航空母舰可以装载几十架飞机，因此可以说航空母舰是一个活动的飞机场例。而航空母舰最大的威力就正在于此，因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，一般的战机续航力不足，不能够飞得太远，所以对于那些较为遥远的攻击目标，往往就会有鞭长莫及之叹。但是航空母舰正可以补救此弊，因为航空母舰可以运载大批的战机前往接近目标的区域，然后等啲战机是飞出前往攻击的，那就正可以补救战机续航力不足的弊处。在1942年，美国有一批战机出其不意地轰炸日本东京，正因为是有美国的航空母舰运送，否则的话他们就难以飞到去东京的上空的。回顾历史，在太平洋战争之中，几场大型海战的胜负并不是取决于双方舰艇和舰艇之间的比拼，而是取决于飞机和舰艇之间的比拼的。以著名的中途岛战役为例，当时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联合舰队并未有接触碰头的，但是因为美国从航空母舰起飞的轰炸机，他们一早察觉到日本舰艇的踪迹，于是立即前往轰炸，结果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将日本三艘主力的航空母舰，就是苍龙号、赤城号、加贺号，全部炸沉，于是双方的胜负就此大局已定了。由此可知航空母舰是几咁重要了。但是航空母舰虽然威力十分强大，可惜它的转动不太灵活，而且它的自卫能力亦并不太强，所以一定要有其他的战舰在旁边护航。因此航空母舰绝对不会是单独出海航行的，若果遇到敌机空袭的话，航空母舰除了开炮还击之外，并且重要舰上的飞机升空拦截，
盡快咧將敵人嘅飛機咧係趕走嘅，因為啊艦上高裝載咗大批嘅飛機，所以啊若果航空母艦遇襲受損嘅話咧，咁損失嘅咧就唔單止係一艘航空母艦，而且仲有啊艦上大批嘅飛機嘅。喺太平洋戰爭當中啊，事實證明航空母艦因為擁有大批的戰機可以攻擊轟炸敵人，所以在海戰當中就成為必然的絕對主角。在偷襲珍珠港之後，日本的航空母艦佔了絕對優勢，但是在中途島戰役之後，美國的航空母艦就可以迎頭趕上了。美日雙方航空母艦的一得一失、一升一沉，就扭轉了太平洋戰爭局勢的正負了。